哦，出了，哦，很粗很粗啊，断线了，干嘛？遇到要有下集。来，各位，我已经被教育了，现在换我要来教育他们了。不多说，直接绑上十四号，再断啊！而我一样是用十克西古猎人 spoon， 妈的杀红眼，来，毫不客气了啊！哇，我现在真的超期待的，才下来丢没两杆，就正在教育，我靠，真的吓歪我了。这浪有点母汤啊！各位，你看这个浪好像很大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退得蛮后面的，只要淹超过我膝盖，我就往后退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中了，小东西啊，干掉了，啊，可恶！这跟刚刚那个力道完全不一样。不会吧？机会永远都只有一次啊！一个浪过来，石缝被打乱之后，其实就可以收了，不然只是东西给地球咬而已。换点，都是浅胶，然后突然伸下去，那个看很会磨、啊。中鱼！干，我怎么说一天到晚在钓这个啊？每一次都是塞盖吃钩，你看。终于，二，怎么又是短嘴蛤啊？我在垦丁钓短嘴蛤跟条啊，在这边也是钓短嘴蛤跟条啊。这煮饭真的很好吃哎，真假的？真的不腐烂。要吗？你觉得你可以钓几只短嘴蛤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靠北！如果你可以钓超过五只，我们就抓。不可能的事情，肯定可以。这边我觉得难，两只就煮。啊，中了，又中啊！小片很咬，十克的，十克的，脱钩饵。我还是小饵钓小鱼比较实在。这趟来绿岛真的运气有够差，钓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，不是脱钩就是没着钩。哦，中了！哦，死命的卷回来啊，钻了！浪冲上来，冲上来！哇，不可能那里出现的啦，卖功啊你！又是鲷啊，可是这只大很多。啊，总算有钓到一只比较像样一点的鱼了，蛮不错的这种体式。来继续哦，再搞我看。扣哟啊 ！Hello， 哇哈哇哈 ，GG， 干啥？绿岛的日常。太恐怖了，脚架带给我冲击变轨。哟丢一哟，哎呦，南瓜今天的目标出现了，哦，各位离岸框也出来，一望无际，哦，你这是你的小岛顶管在散步呢。哦，海参哦，海参馆哦，海参。哦，这是一个大平台哦，要嘛，我倒听来。哇，整片紫色的，超美的，各位。紫色的，薰衣草公园。哦，好片钓鱼哦，龟啊吗？呜，哇，get it，get it，get it，丢到龟啊，怎么挤呀？
GT 哦，这有可能是 GT 哦。哦，各位，哇，超刺激的，这个场子超硬哦。啊，才刚讲完断了，哎，没有，是脱钩。盗猎人真的是怪酷酷啊！那卖来加哥比较艰苦，你不知道？伊要找伊结束艰苦的。什么东西？瓜吗？哈啊！靠，又干嘞，哈啊！来，哇，这条沟直通外海哦，直达世界的尽头。大浪后面，我靠，要被解败，一大堆硬盖堆。石墩不像铁板那么会过、啊，经济考量的喂，石墩可以活比较久，也蛮会中的啦。这是一波像我踢板一样不会很疼。来吧，来吧，很漂亮的点哦。哎呦，靠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东西在追。钓一下绿藻特产，入吧，好吧。重击，重击啊！呼呼。哇哇，这重击蛮有 feel 的嘞。啊，脱钩在那边，其实也蛮好玩的哈、啊，不得不承认，大师行啊也是蛮有 feel 的。等等，可能要补个枪，我刚刚完全没补枪，被他甩掉了。哦，又中，再来啊，巨无霸好了，又掉了，很有力耶，单钩好像有点容易掉。哦，哦，哎，我锁死居然会，哎呀，呼，跳走了，我 Stella 是整个锁到死，出现，我靠，脱表层就很容易中哈拉了，又不会掉队，拉力又很足，等你掉无饼干时，生这饼干了就剩啊。因为哈拉那么大只，可是它咬饵其实很轻的，并且感觉呀，你呼吸之后它就开始冲。像奥特曼阿贝小车的啦，一看起来料开始吹，就中啊。哦，咬了、哦，没有中，中了。哎呀 ，miss。看你 U 哥，你要装只鬼啊！我做欢喜冲鬼，我感觉继续掉，继续。好像过节，我过了，我过碰节，水花超大一波。是啊，二十三名啊。终于敢。啊，你行啊都无到处理啊，你要敢处理 GT， 你的人生成就啊，你无好个比比这个大只行啊。钓到一只马鞭啊！你看人看麦，我人看麦。你干嘛蹲着？因为我觉得那个技术都不是很好。哦，你怕被撞到是不是？大飞在撞广告呢，害我跟着一起蹲。看他是学习的多危险！刚才中了一只大的。大的什么？那个斗特鬼。哎、欸，这样，我在做多少钱呢？二十克的铁板甩到外面去，这很容易挂哦。干，干杯！干，这个干杯啊，没线啊！中小的哦，终于马上又中哦，迷你无敌迷你短嘴鸽，又是这个，也是两型哎，
来一只南瓜吧，结束这一回合。那不然第二天不三不熟的人家。听说这边远的蛤蜊是好吃的，我们决定吃吃看。来哦，来哦，我们决定烤这个。好。你认真？哇干！你是手术医师那个听哦？你觉得这个方法如何？了不起。了不起。